最值得去的十大景点，你都去过第几个？第一，大三巴牌坊，圣保禄教堂正面钱币的遗迹，距今约有350多年历史，世界文化遗产，澳门标志性建筑物。第二，观野街，澳门经典的手信美食一条街，大名鼎鼎的聚记手信，嘴香园，很多特产店都在这里，汇聚着澳门小吃和葡国美食的精髓。第三，澳门永利皇宫，有全球独一无二，斥资2亿打造的纯金永利发财树，音乐喷泉表演，还有免费的缆车，从顶级品牌的奢华购物商店到精致的餐厅酒吧，这里尽显澳门的奢华与魅力。第四，渔人码头，极具欧洲特色的主题建筑公园，仿造的古罗马斗兽场和欧式建筑群带你一秒穿越到欧洲，拍照打卡去出片。第五，澳门观光塔，是澳门新的标志性建筑，集观光、会议、娱乐于一体，是全球十大观光塔之一。想追求刺激的，可以在61层体验天空漫步和蹦极，从223米的高空一跃而下，顶层有360度观景餐厅，可俯瞰整个澳门和珠海。第六，龙环璞玉，澳门八景之一，曾是离岛高级官员的官邸，武状充满了葡萄牙风情的波绿色建筑博物馆，在这里可以看到原汁原味的葡国家具摆设装饰物，展示了葡式生活模式及社会风俗。第七，东望洋灯塔，和东望洋炮台一起矗立于东望洋山之巅，乘缆车可以俯瞰整个澳门半岛的景色，欣赏日落的绝佳圣地。第八，议事亭前地，澳门民政总署大楼前的广场，澳门四大广场之一，广场四周坐落多座百年历史的葡式老建筑，黑白相间的波浪地面和周围颜色鲜艳的文物建筑互相辉映，中央的喷水池更添南欧风情。第九，巴黎人酒店，澳门巴黎铁塔依照法国埃菲尔铁塔等比缩小一半进行建造，可以免费的登上铁塔参观，在酒店大街对面的草地上当作背景合影，仿佛置身巴黎，夜晚还有绝美的灯光秀等着你。第十，东望洋新街，国家地理杂志安利的同款机位，让你感受一念天堂和一念地狱的绝佳视角。